那个民进党总统选举，蔡英文赢了，在台北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，我当时就讲，我说，民进党现在已经是赢了，不管是总统，还是在六都选举，立法院也是赢了，是绝大多数。我说，民进党要不替那个台湾的人民，尤其是台湾的工人去做事，我们就要反对他，就要把他赶下台。当时我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民进党不做事，不做好事，我已经是担心了。但是他现在还要做坏事，现在我在这里告诉他们，你们的党已经是彻底的跟台湾的基层民众对着干。你不要以为国民党比你烂，你就可以当选；你不要以为国民党比你烂，你就可以坐在台湾人的头上。我也期望在台湾有第三个政党，不单单是从一个比更烂的瓜去改，去捡一个没更烂的瓜。我真是想不到他不做好事，但是没想到他不做好事还要干坏事，所以这个干字就是干你娘了。